正式比赛马上开始。跨时代战术，我们的现场台球挑战赛马上开始，规则是三局两胜，三二一，推进一下啊，漂亮，谁先开球？好，我先开。爷爷先开球哈，来。哇，开球就进来，进了算，进了一个纯色的哈小球，我就带小球。爷爷不会一杆清台吧？你不会一杆清台吧？漂亮，这老将就是不一样啊。目前呢已经进了两个球了。哇哇，这真是要奔着一杆清台的节奏去的吗？好轻松啊打的。我们的规则呢是抢黑八啊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一路嘻嘻哈哈的，我们的小卡卡在打比赛的时候整个表情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加油啊卡卡，必须得采用架杆。哇，果然是小火箭啊，又快又稳又准。我的个妈呀，这么厉害啊！哇，卡卡后来者居上，三颗球成功入袋。哎，差一点点啊，做到了吗？没机会哈。没有。我们的老将仿佛现在的这个球的位置是比较理想的。漂亮，哎，我有点害怕，我以为他要清台了。这个不好下哈。这个怎么算？这个怎么算？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这就输了，这就输了，对不对？我赢了，那是我赢了。输了呀，这就按照比赛的国际比赛就输了，黑吧？爷爷也想赢，但是不小心把黑八打进了，他有点紧张。如果他不把黑八打进的话，我觉得他会赢。非常非常可惜，在本来是一路领先的情况下呢，最终呢是将自己的目标球和黑八同时打进了袋。三局两胜的比赛啊，已经完成了第一局。第二局谁先开球？应该是一个人一局，那么他力气小，我来还是我啊？好的，漂亮！哇哦，进了一个十一，是一颗花球，进了两个球，进了两个哈。您选择的是啊，一个是花球，一个彩，一个还可以选，还可以选，还可以选，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。其实现在。很选别的台面上，花球和这个纯色球的局面应该势均力敌，都还不错啊。我选那个纯色，你要纯色的哈。好的。哎呦，不行，差一点点。哎，哎，有吗？没有。漂亮，一个花色的哈。是九，漂亮，漂亮，差一点点，那我们的老将了。有给他做一下机会吗？
我的个妈呀，哎呦哎呦，哎，没事，这个这个没事的，继续啊。现在小卡卡的局面非常好，左手，嗯，提醒我一下，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你的左手也很厉害？果然是。哎呦，差一点。这个麦带了有点打。老将呢，还有五颗自己的目标球。加杆，加杆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漂亮，爷爷的机会来了，你还没有感受到危机对吧？看看现在球面上的局面呢，桌面上的局面是3-2，追上来了，哦哦，哎，给他堵住了吗？差一点，球越少越难打。有机会就主动进攻，没机会就是不要把机会留给对方。斗智斗勇，但是好像给爷爷留下了一点机会。哇！哇！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卡卡。卡卡，如果这场比赛再拿下的话，3-2的比分，对，就赢了，你们就有红包可抢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一颗黑八打进，就结束战斗。哇！2-0。来来来，两个人在前面，我们握个手在前面啊。3局2胜的比赛呢，小卡卡是率先取得了胜利，所以最后呢，战胜了比赛，成为这个胜利者的就是卡卡。我手感好了，我什么球都打得进。他呢是天赋是蛮好的，球也打得不错。哦，在同龄人之间，他应该说水平比较高的，因为他只七岁多一点。